趣味折纸课，这节课我们要折的是纸飞机。拿出准备好的彩纸哦。第一步，将折纸上下边对折出折痕。第二步，左侧两个角向中线折叠。第三步，将左侧的角向右翻折。第四步，在此基础上，左侧角分别在中线上折叠。第五步，将露出的小三角形翻折。第六步，将纸向后翻折。第七步，将机翼沿着纸的斜侧向下折叠。反面也是如此哦。好啦，小飞机就折好了，快让它飞上蓝天吧。下节课我们要折的是孔雀公主，要准备的材料有一张彩纸、一支彩笔。那我们下节课再见吧。